活向太在去年十二月开始挑战直播市场，不料日前传出与合作方发生问题，在今年初三月暂停所有直播工作，而他终于处理完所有纠纷，准备要重返直播市场，并且一回归就开心宣布直接要送出百辆汽车还有 iPad、 iPhone 等礼物来谢谢一路支持的粉丝们，可说是超级大手笔。同时向太还为此拍摄预告片，而在广告中老公向华强也一起入镜，这些画面中会看到一排新车，一台市价约17.4万台币，送出100辆车，相当于豪砸将近1700万台币，也让向太直播送出百辆车，瞬间成为微博热搜关键字，纷纷大赞向太就是霸气。但有人表示，这么大手笔是为了赚更多钱，直播带货的商机实在是太可怕啦。